在呢，全民都在补钙，其实大家对补钙非常重视，但是真正的首先要从食物中补。这些含钙多的食物，可能大家这误区就太多了。实际上，最好的补钙食物是牛奶，每天推荐您300毫升的牛奶，实际上可以大约获得250毫克到300毫克的钙。除了这些，比如像豆制品、杂豆类的食物，它里的含钙也是非常多的。比如像黄豆、黑豆、青豆，以及我们常吃的这些小的花豆、芸豆、豇豆，它含钙量也非常广。我们可以说吃一些豆制品，像豆腐干、豆腐丝，或者呢做一些杂豆饭，这个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钙的量也是主要的一个来源。其次呢，像我们比如说像坚果类的榛子，100克的榛子它可以含到800毫克的钙，坚果推荐量每天是25克，如果这样计算的话，我们每天也可以有200毫克左右的钙从坚果中摄入。其他的像含钙多的，这时候才提到了，比如说像芝麻酱、像虾皮，这个我们把芝麻酱在凉拌菜的时候，我们代替香油、酱油、醋，这样的钙是会增加的。虾皮我们代替盐用，也可以增加钙的摄入量。除此之外，我们每天的蔬菜呀、粗杂粮里边的钙，能够保证我们健康人每天800毫克的钙。只有老年人或者是孕妇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疾病需要额外的增加钙摄入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到用钙的制剂来补充。